然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这个歌是总唱的，那个课间啊休息的时候啊就要唱。动画片那时候看的是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，那个印象比较深。电影什么南征北战啊，地道战、地雷战，什么那个平原游击队，这些都是过去的那些老的电影。玩具都自己做，我们都是拿那个那时候叫板条，就建房子那个拆下来的那小木板，就做一个小手枪什么的。那时候我们家有一小自行车，那算不错的，全楼就我们家一个。原来那小自行车从我姐姐到我弟弟妹妹一直都是，现在有的是那自行车啊，那时候很珍贵了。你的童年回忆都有哪些？